大家好，我们现在进入这个美国的三线城市啊，也是一个教育小城市啊。刚才说了，它有两个规模比较大的学校，大学在这儿，所以就叫教育城市。但是它比那个州府啊，就是相当于中国省会的那种二线城市，要规模小一些。看一看它的，其实它的这个街道上这个情况跟那些小镇子差不多。你先看一看它的市容市貌。今天我们来这儿呢，主要是带我儿子，他参加那个童军活动啊。今天是周末，他们有一个比赛，就是周围我们这几个 county 的这个，在这个大学的，这个大学它有一个叫什么大那种大厅啊，大比赛的场地啊，它规模比较大嘛。那个中学里没那么大的一个场地，在这儿来，因为几个 county 的这个童军都到这儿来比赛，那个他们的就是那种护士，部队上不都有那个卫生员护士的那个技能，我就是总是强力的在推荐这个活动。如果你有小孩子的话，从小就让他参加这个活动。我儿子是7岁参加的。你瞧今天我们这儿多暖和，你们还老说冷，这个时候这小孩们都穿上夏装了。我也是热，我这还穿着一个衬衣，穿着一个小外套，我这浑身直冒汗就。这个活动呢，我觉得是提高这个人的生存能力和生活能力一个比较全面的活动，非常有意义。我们现在要进入这个大学了，看，这要纽约州的师范大学了。我们记得在中国不是有什么河北师范、河南师范、山东师范、山西师范。This is that private college. 这边是它这两个大学是对着的，这边是那个私立大学，这边是私立大学，它是以这个 computer famous. This is computer.这边这个私立大学它是以这个就是计算机科学啊什么的，这个理工科比较有名的。然后呢，它对面就是这个州立大学，公立大学。这个公立大学呢，它是就是以文科，正好相反，也不叫文科，它是综合性质的，就是师范类的。但师范类人家也是有老师们，也是有理工科的。然后现在我们就正式的进入这个校区了。美国这个校区它门口就会都是敞开的，它不像中国那个还有个什么大门儿，还有门卫什么的，没那么复杂啊。它就有一个大石头上面写着大字儿，写着这个学校，然后就进来了。而且都是开放，尤其是公立大学，它都是开放的。你想着，比如说你要是住在这个大学的附近，挺沾光的。公立大学的附近，比如说，你瞧它这个建筑。比我们那个就是那个带你去的那个小镇子上，我住那附近那小镇子上那个大学，要规模要比那个农大的规模要大一些啊。不过农大它也不小，它是分成道路的两侧了，人家那边有上千亩地的那个自己的实习农场的，这个就没有实习农场了，因为它不是以，它也有农科，但是它不是以农业为主的。你要想让孩子学这个将来当老师的话啊，就来上这个大学，中等偏上水平啊，这不算名校，也不是说所有的孩子都有条件上名校啊，你够不上，我觉得你要够真的够不上那个水平的话，就真的别去非得上个名校去了。你看每年这个康奈尔啊都有什么孩子
不是每年都有自杀的，但是我跟你说每隔三两年就有自杀的。他们为了就是为了怕这个防止这个自杀呢，甚至都是在那个后山上，像他们这不都在山上吗，在后山上都安上那个篱笆墙。我们到了，你下去走走啊。他们去参加比赛，他说我还可以给你们录一下他那个比赛活动。啊，先看看，漂亮！美国这个大学，中国现在大学也建得挺漂亮啊，但是它还是没有美国这个大学的规模大。占地面积比较大，人家主要是有地方，咱中国没那么大地方。然后这一个尤其州立大学吧，它地方更大，因为都是政府划拨给它的地，一说给你个2000亩地啊，呵呵，这当时就是这也建校有100多年了，那个时候建校的时候那个地更丰富啊，现在还紧张点了呢。而且给这个州立大学，给这个包括学校小学什么的，公立小学什么的，都是政府划拨的地，都给你特别好的，在湖边的呀，或者在山上的呀。你看它这个上面是它的体育场，这不学生在那儿玩呢，都是这个山上啊，占据一个山。因为我们这边，我们刚才这个开车过来的话，你在加州说是看这个什么，看这个海景公路，我们这边是看山景公路。我觉得也挺好的，我喜欢看山，尤其我喜欢森林呐、啊，山上的那些树林子。先在这儿转一转，还没开始呢，一会儿再进去。他们在比这外边也在体育比赛呢。我们今天就说一说，在这儿正好我们说一说这个，在美国你选择什么样的学校啊？上一集我讲的是说，就是中小学，你选择什么样的中小学，已经说的差不多了。回头我们再展开说说详细的。这一集呢，我们说一说这个，你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大学？有的家长问我，就说这个大学呢，首先你得看自己的孩子的兴趣爱好啊。我到了美国之后，我就觉得这个你要是按兴趣和爱好去选择学校和选择未来的职业呢，你过得又轻松愉快，然后呢你还 OK， 你还比较过得又轻松愉快，你的效果就是你的学习效果和将来就业的效果可能也比较好一些。你要说憋着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完全是为了赚钱或者为了什么发展，为了就是急功近利的吧，搞不好你也学不出那个效果来。我觉得我们在中国的时候就是没有什么自己的兴趣爱好，无论是选择学校还是将来这个就业来说，完全是为了利益啊，哪个岗位哪儿挣钱多上哪儿去，什么哪个这个学科比较有前途就学哪个，那些个都是我觉得都是耽误孩子的一种想法。其实在美国我觉得你各个行业都有成才的这种机会。但是我总的来说呢，就是说除了你兴趣爱好呢，你就比如说这些州立大学吧，你说我就上一个大部分人还是达不到那种什么常青藤名校的标准，可能就想着我上一个这个在美国来留学上一个州立大学就行了。那你呢，首先确定你的兴趣爱好之后，你就选择这个学校呢要看排名，但你也不能完全看排名。他每个学校，你比如说这个学校吧，你要想学师范，
那你就没必要非得跑的那个排名什么比他高的那种，那比他排名高的那个州立大学，他有可能他人家是一个，比如说那个苏尼巴夫罗，他是医学搞癌症研究的啊，你要研究生，你学医啊，学什么，尤其是搞癌症的这个，你到那个学校去，他那个专业是全美和全世界都比较领先的，因为他本身也是公立常青藤大学嘛，人排名也高。你要说你学师范，你学农业，你到他那儿去不合适，是吧？然后呢，你要说你学什么林业的，我们这边有专门的这个纽约州立的林学院。还有呢，你学农学的，不是我前两天介绍那个农学院，还有学这个艺术的，你学什么美术的，它有专门的纽约州立的美术学院。还有你学什么，就是你要想学那个纳米技术的，那是有两个学校，也州立大学，它是纽约州搞那个纳米技术，还是在全世界也是领先的。当时是奥巴马给投资了2亿+建的那个校区吧，啊，纳米科技。这个学校它也是，就是从排名来说，还是教学质量来说，就说这个专业啊，它不是说不一定别的专业特别好，但是纳米这个技术这个专业是绝对的，就是可以真的可以说是这个全美第一吧。那个学校还邀请我儿子说让他去那个学校呢，因为他们想在纽约州挑一些比较优秀的学生，专门这个本身你这个州就是搞这个项目是吧，搞这个项目那你就培养最好，他也是想着州立大学他也是优先的想在自己本州来培养人才。对了，还有就是说你要是说你有的家长你过来，你比如说你买农场啊，你那个申请 E2 啊，你在哪个州，你就在哪个州你是可以这个学费什么的就会有种优惠很多呢。你要住在这儿，你别说我非跑到那儿去上学去，那你得掏高价的。有的家长他不知道，比如说他住的别的州了，他要非要上那个加州的那个州立大学，那他要多交很多钱。所以说你要为了孩子上学为主的话，你先选学校，先选择学校，觉得想去哪个学校，然后在哪个州去那个落户去啊。这个你不然你算外州的还有国际生。刚才我可能没太说清楚，就说你这个国际生的话，你上这个私立和公立的你的价格是差不多的，因为你都拿不到本州的那种，就是本州的那个优惠价。你包括你像我们孩子他要上什么州立大学的话，只能在纽约州拿到优惠价，他跑的人别的州去，他也是跟国际生跟外州的那个价格是一样的啊，这个问题你要考虑。然后就是专业的问题，还有呢，就是我今天先说这个普通的学生啊，就是达不到那种什么，比如说这个前50名的学校，进不了这个前50名的学校，这类学生，我是不太建议说你达不到。有的学生达不到呢，你就比如说国内的有一些这个留学机构给他们造假，好多学生我都知道了。哎呀，花好多钱，花几十万让他去什么造假呀，怎么去申请那个达到一种申请什么前100名的学校，他那样去搞。那样搞呢，就说为什么在美国这些留学生有很多就是毕不了业的，还有什么中途甚至被开除的，他就是因为他的资料他造假之后，在美国他有时候他也没法查啊，没法查你中国的情况就让你进来了。可是美国这个学校可是宽进严出的，你水平比较差的话，你进人家那些好学校，你这简直孩子很受罪的。你本身就是你我跟你说，这个美国的学生他们都只有一半的学生能够正常毕业，一半的学生都要延期呢。别说你从国外来，你英语不好，你要有一个适应这个英语的过程，然后再加上你非要申请那些超出你能力范围的，挺受罪的。这有的学生就是我刚才不是还说嘛，你达不到那个康奈尔大学那个2-3年就有自杀的，里边大部分都是亚裔的。美国孩子要想得开，我毕不了业吧，我明年再考吧，或者我就不上了，我就退学。为什么康奈尔他每年都有那个名额是给这个
给这个给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农大的呢，因为他有的退学了，他觉得自己跟不上很累，他就退学了。包括 RPI 也是 ，RPI 把那个桥，因为他是在一个河边，他把那个桥都关了，说有亚裔学生就想不开呀，学不会呀，毕不了业呀，考试不通过呀，他就从桥上直接跳河里去了。你说这孩子们，我觉得与其这样的话，那你还不如就上个这个普通大学呢，还容易毕业一些，是吧？那种真的那个名牌大学，那里边都是精华的人才，人家上的课程，美国真正的是，包括上了高中之后呢，包括初中，我们家孩子上初中的时候，学校就给他上高中的课程了，上高中的时候，现在又已经开始上大学的课程了。他是根据他不是一样的标准，就他根据这个学生的接受程度，他觉得你能学得深他就给你的深，觉得那个孩子他学不了那么深，资质平平的，他就给你一个简易的课程。所以说你这个那个名牌大学这就听着好听，毕业的时候你得脱两层皮啊。我觉得还是量力而行吧。你说孩子如果真的为这事儿再想不开了，再去自杀了啊，在国内可能他这个一直挺顺的，跑这儿来之后成了那个最末等的，甚至连毕业都毕不了了。你说到了自杀的那种程度，那还不如不上大学呢。不上大学的高中生，人家不也照样这个生活的挺好吗？啊，然后呢，就说这是就说根据你这个个人的情况来选择这个。学校啊，学校呢要看他的专，他在哪科上比较有专长，还有一个就是私立和公立的选择。刚才我也大概都说了一下，那个视频里就说我是，反正我是比较主张我们家孩子上私立学校的。私立学校里边，因为它贵的话，那进去的这个孩子呢，他的素质还是比较好的，气质啊各方面呀，就是你在什么人的圈子里，那你在素质高的这个孩子圈子里，你的素质也会高，是吧？你结交的都是素质高的孩子。这个州立大学，说实在，像我们这边这个州立大学都挺好的，就是大部分孩子他都还是就是都是这个，咱不能这么说，不能说白人，但是白人人家绝对就是说你不可不承认人家白人的素质比较高，绝大部分都是白人，黑人占少数。你要在那个大城市附近，有的家长说，哎呀，国内的中介他都不了解，他给我申请的那个大学里边那个非裔孩子特别多，我都担心我们家孩子受气。确实是，这州立大学因为他按家庭收入的啊，就是有的甚至都不用交钱就能上去，或者交几千块钱，那个就是来的学生自然就门槛低嘛，啊，门槛低，那学生里边肯定就是，而且美国这个大学宽进严出啊，你要是说你这个差不多都能上，但是不一定就50%的正常毕业嘛，其他的可能再通过，什么补考啊什么再毕业，那学生，你包括这个学校，也是一样的，它都是有一定的非裔比例的，但是我们这边比例不太多，因为它本身这个就是大学，它是按这个比每隔两三十个英里啊就分配这么一个州立大学，它大部分还都是附近的这个附近的居民，那附近的居民它都是白人结构，那自然这学生也大部分都是白人结构了。那个城里边城市它本身就非裔比较多，那自然它附近的那个州立大学非裔也就比较多了。所以说你完全追求非要在什么纽约市，他不了解情况，非要在纽约市啊，我在洛杉矶市啊，那你孩子上的那种普通的大学肯定是不行的。你再上个公立，那学生的结构就是你可能不理想啊。那你我就觉得上私立大学，反正，对，而且对于国际生来说，关键是你的钱也差不了多少啊。对我们来说是差的很多了，上公立上私立那都几倍的这个价格了哈。但是就为了孩子能够，也是为了他，就是说这个能够结交一些素质高的学生，提高自己的素质吧，是这个目的。好的，我现在要进去，他们这个比赛开始了，我要进去这个，帮人家家长们一般都帮着去什么拿东西啊什么的哈，打杂去了，先不聊了。啊，一会儿再给你们拍一个这个比赛的视频。这个童军活动，我儿子就自从参加这个童军活动啊，我觉得他每年都学会很多生存还有这个生活的一些技能。要家里什么，他们学简单的木工，什么简单的电工，修汽车，修飞机，什么做饭，然后体育运动，什么骑马呀，
骑自行车啊，什么划船呐、啊、帆船呐、啊，那个就这些都要学，学了之后还要考核，什么包括露营啊、野外生存呐、啊、钓鱼啊什么的。总之吧，我就觉得孩子真的学了这个之后，他什么都会，什么家里刷房子也会，换灯泡也会，这个包括你看，今天他是那个就是部队，不童军嘛，就是部队上那个后勤那个卫生员，就是护士啊，他们学那一套，就是受伤了怎么自救，怎么救助别人。这是美国这个军队的素质高，可能跟他们从小搞这个童军活动，从小接受这方面的培训也是有关系的。我觉得我们中国吧，就是太注重学术了哈，就是每天让学生去埋头苦读，他不注重这个什么，这是州立大学的这个他们的这个校车哈，这跟那个中学生那个校车还不一样，中学生那个校车它是那种黄色的，那是中小学生坐的。我们这儿高中生都可以坐那种黄的，然后大学生就坐这个了，这是他们的校车，这个校车也是在这个城市里，因为有的学生有车，有的学生他没车嘛，没车的你就坐这个校车就行了，这都是免费的。所以说这个郊区你也不用担心的这个交通的问题，当然有车方便，想去哪儿去哪儿，这个你就是得等它啊，慢，它晃悠晃悠转悠转悠的慢。但是我看那些国际生他们来了，大部分都不会开车，他就坐这个可以去什么带你去超市啊、购物啊、去别的学校啊、去什么图书馆呐、啊、去那些个公共场所吧、公园啊什么的都可以的。还说那个童军啊，你看这个你比如说家里有谁有个小病什么的啊，他都知道怎么弄破了手了，怎么包扎呀，是吧，摔了腿了怎么办呢。哎呀，我觉得这真是个好活动，你光是在那儿学习培养出来的这个孩子，你看这精神面貌就不行，再加上你这个就说你如果说将来一旦你其实能说得准啊，是吧，一旦发生地震啦，什么火灾啦，是吧，这些啊，他们这个就是不可抗力发生的时候怎么自救，怎么逃生，是吧，火灾的时候如何逃生，这些我那个什么这些个人家都教。你要真的发生这个事儿的时候，我觉得咱们中国孩子好多来连露营都不敢，说什么住帐篷怕什么被虫子咬了被蛇咬了怎么着的，他们都要就是每年都要出去露营，在山上的就是你自己要不是自己啊，他们集体活动。但是你看这些孩子们来了，带着他们的比赛的那个抬担架的那个东西，然后就是那个反正就说人家会吧，你比如说发生这个战争了，大家逃到那个山上去了，逃到山上去你怎么办，你得取火，你怎么取火，是吧，你怎么打猎，他们那个射击什么打枪，美国人为什么他们大了之后人家都持枪呢，都有枪呢，你小时候都学过这个。我七岁的时候那个孩子他伯伯就给他的那个礼物啊，圣诞礼物就是一杆枪，就从七岁起就开始让他练枪了。你练枪，你比如说他得那个，就是你逃到山上去之后，你动物你得打猎呀、啊，是吧？打猎吃啊，然后取火，怎么烤这个动物，是吧？扒皮，什么弄了鱼之后，怎么钓了鱼之后，怎么宰割鱼，怎么烤鱼，这些人家都会。总之吧，就说你发生点这事儿那事儿的，是吧？这个还有怎么就是你比如说在野外生存的时候怎么防止动物的袭击，有的说哎呀我不敢住农场，我怕那个被动物吃了，你从小因为咱们没接受过那种训练你就害怕，美国人没有害怕的，很多人都这种农场就都是非常还城市化的农场了，还有很多真正的在山上那种荒郊野外的呢，人家有枪啊，有猎枪啊，人家知道怎么着，比如说外边它会生上火呀，是吧，那个动物它就那个狼啊什么的就没得来了，在这边我还真没发现过狼，但是有那黑熊，黑熊是这样的，黑熊你要不惹它，你不抢它孩子不怎么的，它一般不吃你。
那个其他的一些小动物就无所谓了啊，那小动物们就什么狐狸啊什么的，我觉得那小狐狸，我们去露营的时候小狐狸还在后边跟着我，要长得可漂亮了，要叫狐狸精，狐狸精那小脸啊，它特精，它知道我们来这儿露营的人就会有吃的，它跟着你跟着你，然后呢我就给它把那个炸鸡什么的给它放得远一点，第二天早上我一看就没了，那狐狸就小狐狸就把那个炸鸡给吃了。好了，我要进去了啊，拜拜。